很多民间习俗或是礼仪，随着时代巨轮的转动，也必须要与时俱进，赋予时代的意义和做法。拜拜，那是假的了，哪有可能拜拜他？他会吃吗？他真的把你拜拜他，把他吃掉，你下次不敢拜的。啊，健康就要做事，健康就要做事了，越做越健康啊！觉醒年代，忏悔时刻，需要大家一起来。